现在这边是北京市中心的亮马桥，今天天气很好，没有雾霾，所以呢骑车好像也是一个好日子。我现在在这个桥上找到了一辆摩拜单车，因为我是摩拜单车的用户，然后呢也刷了100块钱，然后他给了我再给了我110。我们看到这个桥上啊，这个桥上是有很多的单车在，我们看到上推的是上那个，就是摩拜单车这个。然后现在这边呢，其实这个桥上大家看到的多的是这个 OFO 的车。其实为什么这个？所以我是觉得这两家大概是真是非常激烈的，大家看这个车啊，我为什么这个选择这个车呢？因为摩拜单车啊有两种，一种是大家就看到的，它第一代是中间，是有点像车，是无创新的那一类。那我选的呢，它是五轮组的，我选的这个是钢丝轮毂的。为什么选这个呢？我喜欢选这个，因为像这种车啊，它是比较轻的。然后我现在大家看我推的这个车我没有骑，为什么？因为它这一排过来，我在这个人行道上是不能骑车的，边上就是自行车道，所以呢我只能是推着它走，等到能骑的地方再去骑。好，好了，这下子大家看到它有一个小伙伴。我只能我把我的车先停在这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又有辆车。这辆车啊是停在人行道上的，而且是靠着这边停，它是骑到这儿走到这儿，它就顺手就放在这儿了。所以这也是这个单车共享单车最大的一个问题，他没有把它扔在这儿已经算是很好了。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信用的问题。我们以前看到过单车什么这个被撬啊，然后这个被盗啊，这个被刷都很多。所以我做一个公益吧，我现在就是得，我这个要结束吗？来我看。这个现在我的同事再来帮我刷一下。好，这个诸位啊，等我一会儿，我先骑过去把车停在那边，然后呢再过来骑我自己的车。所以我是在想，其实我一直对共享经济啊有一些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共享经济这个东西是需要人的信用，是需要人的基本素质。如果说这个车放在这儿，我们看到如果有人管还好，现在这儿因为是市中心大白天的，不会有人来动这些车。如果这个车它偏僻放在其他的地方，我们看到有的就把漆都涂了，然后变成自己家的车，然后这个车锁在这儿，再弄一张大锁，这种事情我们都看过。所以我对于共享经济啊确实是有一点担心。好，可以了。我有点担心这个啊，大家来看我们现在选的这个地方啊，为什么这个市中心选的这个地方是有讲究的。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桥上对面啊，大家看到有一个这个三层楼的房子没有，那个小房子啊就是摩拜的新的总部，从来现在还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到过他们的新的中心，因为他们是这个在市中心这么一幢房子，我估计这房子都不便宜。那他们现在搬到这儿来，然后租下了这整幢楼，我想他们还是比较有钱的。好，我们现在沿着河边的路啊
这个绕着河边走，然后就到他们的总部去了。今天呢，其实作为跟上夜谈来探访，作为媒体探访他们的总部啊，新的总部，这是第一家，我们去看一看它的总部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场景，是一个什么样的排场。好，那行，现在是不能骑车的，所以我们要绕一个地方到那个车道上去才能骑车。我们很快就到他们的总部去了。其实这个地方离地铁挺近的，我觉得我以前工作，我晚上下班很晚，大概9点10点下班，基本上也有骑单车的经历，因为我也住在市中心，所以骑单车非常方便。昨天我们这个在微博和微信上公布了之后，在公布了之后，现在后台有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有的人说你看啊，这辆车它是有框的，有的人说在南京和武汉，有的朋友南京和武汉的朋友说我们这边怎么车很少，或者是我们这边的车没有框。那么还有更多的人问了，他说我交了，我也刷了100块钱，为什么你没有给我110块钱？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些问题啊，其实都牵涉到很多很本质的东西，就是认识很多做投资的，基本上分成两类。有的人说这个摩拜单车，像这种共享单车根本没有盈利模式，谁会给他投才傻。有的人说呢，就是我这个盈利模式啊，摩拜单车这种是现象级的事情，盈利模式是很清楚的，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到他们总部去问问他们的 CEO， 待会儿他们 CEO 王晓峰会出来，我们问问他到底这个摩拜单车的盈利模式是什么。我估计这会触到他的痛处，大家不要这个估计他不太会回答。有网友催了啊，赶紧骑自行车约王晓峰去谈一谈啊。那我们赶紧过去吧。哎，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自行车？好，赶紧。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车啊？其实它前面的这个车框啊是会晃的，确实是有点不稳啊。但是这个车我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是钢筋轮毂的，它的返修率高，但是这个骑起来比较轻，就像我小时候这个骑的时候一样。我记得我当时读书的时候，这个在上海读书的时候，买了 N 多辆自行车，每一辆自行车都被偷了。这个摩拜单车不知道有多少被偷啊！我当时因为我有这种痛苦记忆，所以如果是我去做这个共享经济，我不会选择单车，因为我觉得偷起来太容易了。但是他们选择了，而且现在看起来做得不错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啊，赶紧去问问。好，诸位肯定心急了啊，要到摩拜单车总部，我们很快就到了。从这个桥到他们这个新总部大概是500米左右。好，好危险啊，这就是危险的地方啊，大家看到没有？如果骑着这个共享单车，有人问了，如果骑着这个共享单车出车祸了怎么办？刚才万一被撞了怎么办？这个有保险吗？好像没有哎。大家看路边啊，这边路边全都是摩拜单车，这个路边放了很多。我看到这边的话，这边路边有那么多单车，我看到这个路边这些单车它都是没有白线划着的啊，
如果说他像车辆管理所，像上海的车辆管理所一样，把这个单车扣起来怎么办？他这个风险恐怕就大了。嗯，好，好，这是一个北京的胡同啊，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北京的这个胡同两边啊，胡同两边停了很多的单车，它后面的车一直在催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骑车速度比较慢，前面还有辆车在拍，所以它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因为这个胡同确实是很窄。好，大家可以去喝喝水、吃吃东西啊，因为我们到摩拜总部，有2分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啊。我是觉得很奇怪的，其实它这一幢楼啊，在市中心这儿，它居然是罗马式的一幢楼哎，大家待会儿看了就知道了。其实很少，我们知道很少有创新公司，创业的公司一般都在工厂或者是创新作坊里头。但是呢，这个哎呦好重啊！好，我们停在哪儿呢？大家看到没有？路边就可以停了啊！来，好，你好，公司的员工出来了。好，这个就是把这个摩拜单车停在他们的总部门口了。这是网友现在投票的一种结果。您可以看一看，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刚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是，有几个投票，关于共，好的，关于共享单车的投票，有人说经常骑很方便，从来没骑过，天哪，经常骑很方便，32.14%。从来没骑过是42.86%，然后呢？你能接受单车、汽车、房子与人共享吗？他绝大多数人，哎，中国人共享的意识还蛮强的。绝大多数人46.15%说只要安全保障就可以接受，这个我就不说了。接下来我助手来说。叶老师你好，王总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骑着你们的车过来，你平时上班怎么来的？有时候也骑车啊，骑你们的摩拜单车是吧？当然，我骑了1000公里了，快。真的啊？对啊。我想问你个事儿 啊，一上来就甩问题了。我们现在直播有很多人会这个关心这个事情。我昨天看了条新闻，昨天在这个用工在研究你们公司，然后昨天看了条新闻，说是这个上海这边啊，黄埔车辆管理所。这个一共押了4000辆车，然后4000辆的单车，其中大概3500辆是你们这个摩拜单车的。然后你们现在有没有去跟这个黄浦区那边去沟通，然后准备怎么解决？对，这肯定在沟通，因为这个这是相当于是我们的固定资产。对，然后现在没办法去为用户所用，所以现在在积极的沟通中。这个那边政府的态度怎么样？比较积极。是吗？对，这个就是说这个事情很快就可以处理了。我只能说在沟通和解决之中。然后其实如果看回到就是去年我们开始第一个在街头做无装的智能共享单车，那大概才300多天的时间，这绝对是个新事物。对，你看从4月22号去年到现在，不到10个月出头吧。对，
所以呢，它好的一方面其实非常多，受到了这个很多个城市市民的欢迎，但是呢，相应的也会产生一些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嗯，那碰到这些问题，咱们就想办法解决呗。就是我想问的是，您刚才说这个当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我假设说啊，像如果像你们的单车停在路上，影响到他们怎么办？我看到你们有一个猎人很气愤，他说是有的这个车辆管理所那边是把车推到这个不合法的地方，然后停下来，然后再去拉车，有这种事情。其实这些呢，我们都会，就是因为我们有智能锁，所以很多时候呢，当你开始没办法去这个，就是现场过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如果是有人他是故意的移动，其实锁上的你们后台是看得出来的，对吧？监测得到的，因为这辆车在锁着的状态下过来，平行的移动了20米，然后又是几辆车批次的移动，是一定会有这个证据的。所以你早就知道了。我们得过来去验证一下后台的证据，来看这个事情是否属实。所以现在其实会有一些不大这个不大那么文明的做法在，但是我们再想办法进行解决。那我们上三楼，我们先到走路还是？我想问问王总，像这个楼啊，是你们刚搬过来多长时间？2-3周吧，就是春节之后才3周时间，还没装修，就是原来的这个环境，我们先暂时用着。原来那个地儿就从前的办公室没法用了，所以它是一个还是别人的这个招牌啊，什么都还在。大家看啊，这边其实写着曼宁国际中心是以前的物业吧，是不是？应该是。然后是他现在这些都没改，因为过来才2-3礼拜，太紧张了，对不对？没错。所以发展比较快是吧？应该是。因为我本来想这个装修一新再开门迎客，对，现在这个因为你们现在还没准备好见人，你是走这个还是走电梯？走楼梯。那我们看到的是，就是它最原始状态的这么一个情况。它其实以前我听说是在工厂里头的，是吧？在那个是一个原来老厂房改造的那个768创业园，在海淀那边。好，我们现在看到啊，往上走。其实我昨天来看过地形。我们往上走的，这个二楼好像现在还没有人，对吧？还没有。有一些会议室在用了。对，但还是没改装修，这些公司都还在啊，都还没装修。这个楼3层楼，而且是独立的，在北京市中心，租金很贵吧？我得问我们行政，我没大了解，对。但是现在因为业务的发展需要有更好的一些工作环境和更大的办公空间，对。这个是不是也是因为据说你们最近融了不少资？不，跟钱没关系，对，投资人钱要谨慎的花。对，他们还放了一些跟投资没关系。这个已经放上去了啊。对。我还是很节约的，因为这是个1块钱5毛钱的生意，所以不能去乱花钱。所以我想问的是，就是刚才说了啊，我其实给算了一下，如果这个3500辆要不回来，假设是1000块钱一辆的话，就是350万。你们是做半毛钱1块钱的生意的。对，我想这个其实侧面的说明了我们上海车辆数量还是多的，对吧？就是别人还是多的，所以被收的也多。所以想再积极协商解决，不可能这个最后不可能不解决。对，所以你还是蛮乐观的。那肯定的，肯定。但是在全国碰到这种事情多吗？其实不多，不多吗？其实不多。对，你在现在我们的车辆数据超过100万辆。对。那你假定是10%的话，我得就假定我是100万辆的话，10%要被扣10万辆，所以远远没有到这个数据，所以这比例特别小。所以你觉得这个问题？对。所以你现在就是你的感觉是跟他们沟通了之后，因为你们早就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在跟他们沟通。对。大概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个得看双方，其实我们是特别积极的想去促成这件事情的解决的。其实像有一些媒体也在报道这个事情。对，对，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很圆满的解决。我想问的是，你们觉得是这件事情是你们这儿这个车停放的问题多，还是政府的问题多？这个我其实很难在现在过来做个判断，需要去仔细的过来剖析一下，因为我相信有一些是。就是 MoBike 的用户都是实名认证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知道是哪一个用户把车停到了不好的地方，再过来去进一步的调研。有一些呢可能是被
不合时宜的或者粗鲁的过来移动，或者是有目的过来做的，有的可能是其他的误会。那我们往前走，白线内的这个车也是被拿走，所以这个数多吗？有一定比例吧，就是白线内明明是停在白线内被拿走，政府划定的非机动车合法的合理合法的停车区域嘛，对，所以这其实需要沟通。嗯，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 logo，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北京的这个第十万辆车啊，这是北京的车号是这个十万第十万嘛，010，这个就是你们的这个标签啊，是打在这儿的，就是前面010或者021，根据电话号码一样，对，然后各个城市、就是、区域的这个代码，然后这样呢，其实我们在中国已经有5个城市超过了这个十万辆车。所以如果你看回到就是过去除了北上广深第五个城市成都，成都我们刚前两天才发布第十万辆，对，所以其实规模最大的共享车型其实都在中国，这5家都是，然后摩拜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哎，那个王总，我到你们办这个公司来，他那个是我们的1号车啊，就是去年8月16号，嗯，我们受邀请来北京，然后就在这个发布仪式上，就是当场现场的嘉宾过来签的名，嗯，然后这个号码就是10001。哦，对，在这个啊，对，这个你的名字在哪里啊？我的名字的话，当时没挤上，然后这时夏一平是我们 CEO 的，还有谁？就是你们公司的核心员工都在这上面了吗？和当场的主要是嘉宾，然后来去见证我们在北京投放的第一辆车，对，其实这辆车和这辆车看起来一样，中间做了非常多的改动，比如说，嗯，我们把这个电机也变窄了，然后刹车从这个电磁刹变成了机械刹，所以这辆车骑起来是比较，这辆车骑体验好多的，所以那辆车的体验好，对，我们已经迭代了19个版本，接下来会出这个第20个版本，所以骑行体验会更好。这个先不让您做广告，我刚才骑过来的时候是那个钢砂，就是钢丝的那个轮毂，不是这个五辐轮毂，那个轻骑版，那个轻骑版骑起来要比这种都要宽松一点，对，舒服一点，对，但是这个版改进的版本其实骑行体验是一样的，是吗？我们在努力提升骑行体验。我们现在过来啊，就是。这边的话我们要看一看，因为它这个三楼好像特别简陋的办公室，不好意思见人。没有，就跟我们打扮的过当地面见人。不要，我们就要原生态啊，这个原生态的这个特别好，就是我想过来看一看啊。同事的行李箱还在，这个都是同事的行李箱啊。对，然后是出差刚回来是吧？有的出差啊。这是我们的设计师啊，法国姑娘叫 Carla 啊。Carla 你好。Hello， 那您请。他已经在这儿做多长时间了？哎呀 ，Carla 工作多久了？How long you been with this mobile？ 3 months。啊，这个就是你们这边是，就我想问的是这一块，你们是打通的办公室，然后是一块一块的地方，这儿是设计。那是其他的，是不是？其实这就是原来人家的桌子，我们就先用着，还没用自己的。比如说这颜色还是比较沉重，对吧？我们现在换成比较轻快的桌子。这位是哪个姑娘？就是那个出差回来就放在这儿了，啊？你是今天刚出差回来？小欧，欧玉玲。啊，今天刚出差回来。还有那个就是今天刚在，我就在北京出差，然后还没回去。哦。那这个我想问一下，这边过来看一看，这个我记得这边，你看这边是会议室是吧？对。哎，大家看哦，它这儿确实是刚起来的。啊，有些对，商业上的事儿啊，能不能拍？这个它这边是一个小小的，它是没有会议桌的，这边确实是一看就是刚过来。刚搬过来。这是你们的模，这个是以前的，是吧？这是一个部件，就是以前的第一代设计的。对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就不太容易损坏，就轮胎啊，和这个五个轮子
什么也没写，他什么也没写。哎，你们这儿啊，我想问一问，你们这儿现在有多少员工这儿？北京有的就天水市嘛，一片同事，我们北京有几百人了吧？几百号人？北京有多少？几百人？两百人。哦，两百人。然后是我想问一下啊，哎，跟别的公司相比，你们对于薪酬满意吗？不错啊，很好。一个月多少钱？对，这个不一样的岗位肯定不一样。啊，最比较重要。啊，最高的是多少？最高的呀。嗯。最高的是要问我们老板。来，告诉我们，你们现在这个一般的薪酬是多少？我们还是一个创业企业，所以其实它是基本的薪水加年终奖加上这个绩效提成的一个总和，所以就是你们整体来看，你们核心员工是有几块钱？全员辅助，每招进来的你们有什么招进来就可以辅助吗？对的。嗯，那你们的股票的这个，是不是规模挺大的？如果以后这个员工更多的话，您是职业经理人。然后您到这个公司来的话，当时是公司打动你，然后股票打动你，还有什么打动你？就是你们当时，我想问的是啊，就是当时选这么一家创业公司，这个风险是蛮大的，包括现在还是有风险。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风险是越来越小。你觉得现在的风险在？这个车到现在为止它的损耗率或者是被恶意的损耗率也就是说10%，那您的办公室，你的办公室，你们现在办公室固定了吗？大家都，因为我看这个，大家看啊，这个总的办公桌，这很有意思，他喜欢喝可乐，有点像巴菲特啊。然后一个苹果电脑，然后呢，我看到他这儿。
现在最最更重要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啊，不是，这是前两天见的客人，我忘了。啊，我相信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摩拜到现在融资已经第一轮了，我没说错吧？第一轮，对，第一轮，然后第一轮投后，对对对，所以大家不要看这个卡片啊，这里边都是融资的团队的东西。没那么严重。那我们看，我昨天其实看到的是，就是。我想知道，在你们这个员工团队里边有那么多人，现在这个办公室里，一个小这个办公室大概打通了多少平米？我不知道，一两千。就三楼。应该是有。有一两千平米啊，这个大概聚集了两三百号人，我估计是。二楼也有。也有啊。一楼也有这个。哦。这都还没退，大家在都在用这些都过来写字儿。这个我想问的是啊，这个在咱们一开始这个一步一步推进的过程当中，一开始你们最核心的部门是哪个部门？我们可以最核心的部门就是我们软件部门的啊，第二天开始去写代码，然后做这个 app， 上了一个以 app 为基础用来运营公司，包括我们后台管理系统，所以当时这个当时有我想问的是，我稍微停一停啊，我想问的是，像这个在做两个，一个就是自行车的设计，你们就是我的软件，软件再加上智能锁，就是你们的智能锁其实是你们的核心，是核心之一啊。这个我想问的是，你们招聘的这个法国姑娘多少薪酬？有股权吗？就是他们薪酬是肯定有的，啊，就不好意思，我想就我说的是不是那个就是股权，你刚才说是肯定有，但是这个股权的话，他们是就是根据他们的工作给他们，然后根据他们的业绩来兑现，还是说他们要自己用薪酬去买，还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看你们公司最高的员工好吗？我真不知道，这反正不是我。哦，不是你吗？肯定不是我。应该是你啊。我真的不是。我们看看那边好不好？这边就是我们的技术团队。我知道，不拍你们核心的。你说什么地方？你的核心技术我们不拍，因为我们看了看那个昨天的那个东西啊，就是他其实他。这边是，像记得你们是刚才说了有五个十万的，然后再接下来还会有吗？不好意思，工程师，我想问一下，不拍屏幕就成了。不拍屏幕，不拍屏幕，他说不拍屏幕。我想问一下，你是那个哪个部门的？后台技术部门的，这个是就是跟那个智能芯片一样，是核心部门吗？是核心部门。是核心部门啊？你是工程师吗？来多长时间？来了一年多啊，那你现在薪酬多少？我可以问吗？太少了，不好意思说。那我就这么说吧，你跟你同学之间比，比如说都是你们做这一块的啊，相比，你觉得满意吗？不要说谎，不要想，满意吗？就是第一，薪酬满意吗？还可以，有升的空间啊，王总，
有提升的空间。对于你，你现在有股权吗？期权是有的，是吧？你这个期权花钱了吗？啊，那对于工作环境满意吗？非常满意啊！啊，这个你们肯定上过课了，嗯、啊。这个我这个真没打过招呼。啊、就是哎，昨天有一个床垫子，你们晚上几点下班？床垫我看到床垫在哪里？在那边，嗯。有时候这一个很多人会很多人的团队，那他们的电脑就比我的要好。这个啊，对啊，我们电脑这个是你比你好。对，都是这个那个，这叫什么？叫 Mac 的电脑。啊，那我想那个问，像去年时候，对我想了想，我问看了一下后台的问题，觉得他们挺这个触动力极，明白？他们甚至觉得这个上海的4000辆单车就是利益集团的事情。这个问题你们以后碰到的会很严重吗？或者你们想象就到现在为止？对，我觉得其实像我刚才说那个例子，就是您把我的这个车辆总数给逼出来了，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总数是100万辆，对。所以呢，我们假定用这个过来看的话，如果是10万辆是10%，10000辆是1%，对。如果是3000辆的话呢，可能0.3%，就3%的这个情况，其实特别普遍。因为随着时间推移，随着大家沟通的增多，都会得到解。它不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是对这个是信心的。对，然后我们是去哪儿啊？这个才说了，是现在要坐下来吗？那就两楼。对，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是个人损害，不担心，因为我人的信用也担心嘛。什么针啊，然后路那个车凳是你们公司的那个车凳被抓了，像这种到现在为止像这种情况，对，我想然后呢发生这样情况的这个比例在摩拜是最小的，就是我举门小的，对，因为举个例子是说，就是当我的车是可以被GPS 为基础的锁去过来位置的时候，就是人们上午是跟这个北大的周教授、周启仁教授在过来聊，他说一个人只有如果不被监督，你就会更加肆意，所以很麻烦，是那我的，对，他没用，而且螺丝，但您就可能什么呢？去街边找一个，所以你看到很多的这个没有车，它的通用部件就很容易被卸掉。但这个在摩拜就几乎没有发生。您把刚才那轮子拿走，您说您回家干嘛？对，是累赘，没法放在自己车上，做一个纪念，做一个纪念。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从最早的设计阶段就考虑了一些因素，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其实人没那么坏。我们过来看，回到就发生那些现象，其实极小的。2015年12月开始到现在为止，人性更乐观。我们非常乐观，而且在每一个城市，随着我们运营时间的推移，因为有些人最早这是个新事物，他最早是不理解，然后沟通
之后，他说啊，原来其实这样做是更好的，这样做是可以为下一个用户能够带来方便的。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就是人为的损毁，或者是这个就是弄把锁，然后到自己家里去，这种情况不是咱们想可见，是这样。多不多？我们来过来，就是一把锁把车锁上。对，它是要分两个场景来看。嗯，我们有智能锁的这个摩拜单车呢，它锁车之后，它即便想自己下次开车，它依然要扫码，依然要付这个车费。对，所以他锁摩拜单车的目的是说，哎呦，可能他这个地方车少，所以他想把他说我明天或者下个节有，还要用。对，但是如果是你是密码锁的车，因为他记住了这个密码，就占据了这个车，所以他把它锁上之后呢，下次再开的时候不需要付钱，所以其实这是两个性质的这个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个用户我觉得没那么严重，他只是觉得车少，所以他希望能够去下次能够有车骑，跟另外一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其实在设计上我们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坚持这个智能锁的原因。其实可不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就是你们对人性不是那么乐观，所以你们一开始就走了一条路，就是用智能芯片，用可以监控的，就相当于我骑在车上，我的行为怎么样，时时刻刻上面有个东西在看着你。从来就说是不是咱们这一个事儿不能从另外角度解读。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过来看，是说如果在一个没有规矩，对，或者是没有这个体系的环境里边，其实人们会更放纵。但你不能去设计一个有漏洞的体系，鼓励人们去做一些不好的行为，就鼓励人家去放纵。所以我在接下来我逼问一句，在你看来，就是便宜的车用密码锁很容易解密的，是不是在鼓励人家去放纵？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很简单，相信我有3亿人民币吗？我有这个钱，对不对？我可以分分钟买来。您喜欢什么色？黑色，对吧？对，我来做个这个叫小谈单车，3亿人民币，100万辆。机械车跟这个机械锁，我分分钟可以过来干这个事。那我为什么想去做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用比较高的成本，比较这个难去研发的智能锁来做呢？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事情是一个对的方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上还是从其他层面上过来看，因为那个事情太容易做了。这我有一个事情，我这个诸位啊，我刚才逼问出来一个数据，就是100万辆车，对啊，这个那您继续，再继续，没有其他的数字。对，100万辆车，但我最近看到的一个，看到一个你们跟富士康合作，啊，对呀，对呀，1000万辆车，你们准备产能？产能1000万辆，是不是？啊，这个也就是说需要 N 多年。这个我现在其实没法，哎，不知道，这是我们的车，叶老师，我这样子啊，我来骑骑看啊，我的你告诉我哪一个是第一代的？但是也谁那个有，我不知道这是能开的，这个是哪个？这是我们最新的，最初的，这是最新的，这是比较初的，我看这编号，这个是比较早了，5万多号吗？这个就有点重。但是您看，这个电机这么厚，然后它是用这个电磁来刹车的，所以它刹车不是机械的。到了这一版的话呢，其实就是更薄的电机，刹车变成机械刹了。然后到了这一版呢，我们有个这个，就是如果这个您骑起来觉得不合适，您试试这个座椅调节。啊，这个可以座椅调节了。试试。哎呦。让不，你得坐上去比较容易。它其实就是那个，但这个要开一下。对，但是也没看，但是调节上来就是突然的，就很轻，突然刮一下就上来了。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10岁的小孩，你用手背那提上来，这个、你看，我来给您做个示范，就是说，如果你骑上来的话，这就很容易过来调高调低。对。所以这样就能避免了，说大家绅士，这个淑女一点。但是我们能开锁吗？这个我手机没带。来，您等一下，您没锁，没锁。拿手机扫一下。对。知道吗？啊？您会骑车吗？不要小看我。先推出来，先推出来。我看看，哎，这个，哎呦！您没白问吧？不是，它这个太高了。不，您放下来，这个容易推。这个为了反击你的污蔑啊！然后现在过来告诉我们，这车骑就是骑行体验重吗？
说真心话。我来啊，我一定会说实话的。叶老师，好多年不骑车，我猜。这个倒是的，我觉得，哎，而且啊，你们。啊，我跟你说，你这个框也比我刚才骑过来好。我刚才那个框哗啦哗啦，对对对，我们在不停的改进，不停的去进化。这个是最新的。对对对对。啊，那你们这个29代迭代，19代从1.0到了2.9版本，19代。啊，这个啊，正确数字19代。我怎么看到的都是29代？因为是2.9版啊，告错你了，是2.9版，2.9版本。2.9是吧？接下来出3.0，我再骑骑啊。哎，前面拍的让开一点啊。撞到我这个，哎，这个很轻，对吧？这个很轻，这个很轻。哎，广告啊，广告。到现在为止啊，我骑过这么多代这个单车里头，这个是最，这个是最轻的。对，就是你们这个。就是同样是五辐轮毂，为什么这个轻？为什么那个我以前骑的那么重、啊？您看有一些版本，比如说，对，您这样锁车就结束计费了，摁一下红的，摁一下再往下推。哎呀！哎，稍微，哎，是很容易对吧？掌握了技巧就很容易。好，就是我举个例，比如说您看这个脚撑，这个就有变化，变成了我们自己设计的，这个就是通用的，所以这个就会更耐久。然后呢，如果看回到就这代，他们俩电机是一样的，所以您这个电机呢会更厚，然后这个电机会更薄。我们采用了这个机械刹，原来这个为什么骑起来重呢？是因为这是电磁刹，是在用电来刹车，所以它会一直在这个骑行的时候很多时间您在帮我们充电。哦，因为。当我开始有这个GPS 有一些感应器，我就需要电池，有电池我就要充电。但我怎么充电呢？那你现在怎么充呢？您在帮我们充电。对，我在充，不是很重吗？但充满了，您刚才那不重对吧？对，充满了之后就不再充了，所以其实它会骑起来已经很轻便。我们在不停的，就像当年这个 iPhone 一样的，就是最早的那个 iPhone 其实没法用，你现在到了7代，摄像头还是突出的。对，但是呢。你要把这个整体的体验一代一代的过来去改善，因为硬件它其实需要时间，但是方向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去保持用户体验和维护成本的这个中间找个平衡点，所以在不停的迭代，您发现其实它是有进步的。就是我想问你啊，像你这样以前一直做职业经理人，也做得挺成功的，然后突然不成功啊，那还可以吧？这是干嘛？这是做活动吗？还可以啊，这个新改变世界。对，这个以前做，那就是为什么到一个其实别人看起来现在盈利模式还不是很清晰的行业里来？真的，我想你很认真的回答我，就你当时怎么想？我平时也没说假话。哦，那我不知道。对，就是我相信您应该观察到了，说在去年4月份之前，很少有人谈论自行车。对。但是现在其实从政府部门到专家学者、研究机构，甚至包括媒体，然后普通的市民都在过来谈。所以我们在想说，自行车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然后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边，其实慢慢的淡出人们的生活。那如果能够让更多的人过来去骑车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拥堵。因为它能节省道路的占用啊，能够帮我们改善空气质量啊，对吧？你为更少的使用四轮汽车，你这个说的都没错。是啊，但这个事情其实挺好玩的，很有意思。对呀、啊，但是你是在做一场公益吗？不是，就是同样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都是公益，就是缓解啊，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出来创业，对吧？对，你说我可不可以做个广告公司？我可以帮别人去卖广告，帮别人去这个获得更多的客户来赚钱。对，我可不可以做一个？开个书店也可以，对。但是我希望能做的这个事情呢，开一个书店可能影响这个周围的2000居民，你去做个广告公司可能影响的是这个50个客户，但如果你一个事情可以影响到每个城市的上百万人的日常生活，这个事情其实是挺挑战的。对对，但是这个东西你刚开始来的时候，它什么东西打动你？就是因为它可以影响百万人的生活，对不对？对。对，但是。在盈利上，它事实上它没有打动你。现在其实太早的过来谈这个话题。现在你学说的还太早，太早，对。那就是我们要看一看。刚才楼上信号不好，网友说刚才楼上算账没听清楚，再算一遍吧。楼上算什么账？那个就是啊，我们看啊，
那个给我，就是那个给我啊。我想能不坐着吗？能站着是吗？能站着。叶老师您、哎、这个我是怕怠慢您啊、哦，没关系啊。嗯，我习惯了。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有几个问题想问。嗯，就是昨天晚上叶老师算了一晚上账，我后来算明白了没？算明白，等你枪的。那不敢。就是你们现在啊、嗯，有没有实现盈亏平衡啊？但我知道你们不缺钱，是因为你们投资很多。嗯、我们刚才说已经D轮了，而且是三亿美金。啊，仅仅是D轮，就是今年的D和这个。D轮投后，就这一轮就是超过三亿美金。对啊，所以现在是不缺钱的状态。但是你们现在的这个模式能够盈利吗？能够实现盈亏平衡吗？这个要看，就是说，啊，现在盈利其实不是我们重点聚焦的这个方向。你说过一句话，让人气死了。你说谁气死了？不敢。真的，这个我看到有人说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你说如果我们盈利模式都清晰了，还要投资者干什么？是你说的吧？中间有点小误会，但大致是这样。大致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也就是说，事实上你现在这个盈利模式还没有清楚，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把钱投给你？是你忽悠能力好吗？不是，就是我能忽悠一个人，但没法忽悠这个20家机构。而且呢，你想这个。就是从王兴同学到红杉的 Neil，到高龄的张磊同学，到华平的这个 Frank 跟 Google，人家算账，这个可对，人家用的可是另外一个表。对，所以呢，我想更多的是说，当我去跟这个投资机构过来谈的时候，包括开富啊，包括这个富士康，他们都其实非常认可说这个事情的这个社会意义。有了社会意义，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在每个城市都会有上百万的用户，然后真正的你有了上百万用户，其实你就有机会去做更多的一些将来这个事情，因为有了用户之后，其实盈利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你们来看一看我昨天算的账啊，来拍一下啊。这个字很难看啊！天哪，你看看，我看我能不能看懂。这个不是，它你们假设啊，这个是规模是一个城市是10万辆嘛，对不对？然后呢，它这个固定成本就是你们的运营费用5000万，对不对？它这个都是假设的，就是根据同类的这个东西来假设的。然后整个车的成本啊，折旧如果是3000块钱，因为你们一开始是上万的，对不对？后来好了一点。还要3000，就是5辐轮毂的那种车，是不是？但我从来没有披露过我们车的成本，这是您猜的啊！啊，胡说跟王晓峰没关系啊，都是我猜的。因为他们不透露数据，也是他们不好，他们什么数据都不肯透露，到现在为止就透露了100万辆，所以我只能猜了啊，我只能猜了。对，折旧就是你们是4到5年，我就算你5年吧，折旧一年是600块钱，嗯，对不对？然后呢，车辆损耗假设是你刚才说的比较乐观的数据，10%。我也没确认这个数字哈，这是您猜的，我们再继续猜。继续猜啊，继续看，这个车辆损耗10%，3000块钱10%，300，对不对？然后结论呢，就是结论是维修费、调度费、嗯，然后我们的这个车辆每辆车的成本1250，然后是10万辆加总的话是1.25亿。你想想有那么多吗？就是10万辆车加总啊，所有的费用加总1.25亿，然后我就给他算了一下啊，就是除了一下一年一次的，除了之后的话，大概是盈亏平衡点，就是你每辆车3000块钱的一辆车，你出去，你这个盈亏平衡点是多少啊？就是这5年，你每天要4.794次，也就是说你一辆车。每天要让人家骑5次，你才能够盈亏平衡，而且是1块钱。嗯，你不要这么看我。啊，没有没有，我只是试图。之前沟通的时候，网友你们试图理解说那个你们第一辆车的成本价是可以首次向网友公布的，所以特意给做了一个牌子。是1万多吗？你拿着这个牌牌。首次披露总车辆数字超过100万，首次。首次啊，超过100万，哎呀，太好了。嗨，再来一个首次，第一辆车的成本是多少？超过10000吗？这要说吗？哎，是说第一辆车是7万人民币。
那个是我们那个在早期的时候手工打造出来的这个样车。嗯，对。所以我刚才算了之后，你含笑不语啊。那我想问的是，笑表示 yes 还是 no？ 这个我可以还给了吗？对。你看，一会儿多举几次啊，达成愿望了是吧？多举几次啊。然后你现在这个每辆车，骑行已经超过五次了吗？这情况不一样，就有的是你比如说，比如下雨天，车就骑得少了，对吧？然后有的呢，你比如说我这个城市才去进去第一天，所以这个骑行次数肯定也是比较低的水平。所以其实它随着天气啊，随着这个城市车辆密度的这个增减呀，随着这个我们在城市运营的时间长短都不大一样，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这个我就这么说吧，你现在这个问我的问题都是啊，我想问的是，然后你刚才说人性要比你想象的好，哪个城市最好？我们真有一些类似的这个统计，但是我现在脑袋里面记不住，我得过来去去回头再来问一下。但是我不要你说差，一般来讲你就说最好的，你不会得罪人，你就说吧。我肯定不会得罪人。一般来讲，就是随着我们在这个城市里边运行的时间的增加，随着很多热心用户的增加，随着用户对我们车的这个使用规则的了解，其实就会越来越这个变得文明。而且呢，我们来想象来说，其实它最终是实现一个这个人和人之间其实多少是有些这种互相监督的过程，所以当我们有这些热心的这个摩拜猎人呀，热心的粉丝一起来帮我们维护这个环境的时候，所以其实运营时间越久的城市，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使用状况就越健康。那运行越久肯定就是先是上海，然后是北京。上海和北京啊，来我们来看这堵墙。不是您准备的啊？不是，这是我心里面总是很紧张的。为什么？不要紧张，我这刚从外面回来，多么温柔。对，啊，这个你看啊，这么多城市啊，对，这么多城市，你们最先投的是上海，第一个是上海，对，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到了十万辆车的共享自行车城市，对。所以你们原来预想中，上海应该是最温柔的城市，最有素质的城市，要不然你们会第一辆车就投上海，就是第一批。这是会是原因之一，但其实它当时是一个综合的这个情况考虑。您比如说，其实政府划定的白线，其实上海是最宽的。然后，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车应该停在哪里，好多事情是我们是第一个做的，所以其实很多事情需要去摸索。然后呢，上海的这个就是道路网的这个分布的密集程度和这个人口的密集程度，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是在上海的一个很小的四个平方公里之内的范围内，直接过来做的测试。然后才慢慢。最早是在上海哪个点做的测试？我们最早是在上海徐汇，这个叫那个叫大木桥地区啊，有鞋，您知道吗？对，知道。对啊，我当然，我一直住上海，我怎么鞋堵路？现在对，那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不像新天地呀、张江呀那么多人流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居住区域，相对来讲比较封闭。现在我问你，这个你本来是上海，我们一直觉得素质很高，现在这3500辆车之后，是不是让你对这个城市有所改观？您能不能少提点这3500？就是那我现在在问啊，像这个北京或者是上海这些城市，就是现在你们跟政府合作也有，对不对？像门头沟石景山那边，对，已经合作了，对，是怎么个合作法？石景山是这样，就是说。现在中国就是成规模的去利用智能锁的技术和我们的数据能够进行管理的，其实我们还算可以吧。然后呢，非常谦虚，这个共享单车你们的智能锁是最好的，对吧？谢谢。然后呢，我们在想说怎么样去利用我们的这个数据和技术，同时呢能够去利用这个政府的一些资源，帮助我们一起来去营造一个很好的骑行环境。所以其实我们跟石景山的这个合作包含了很多层面，但其中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是什么呢？是说我们会把这个数据提供给石景山区的数以千计的我具体不知道，就比较多的这个环卫工人，然后他们的话呢可以在正常做清洁街道的时候顺手帮助我们去维护这个车辆的这个停放秩序。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说双方的资源完美结合的，我们有数据和技术，然后他们有这个，而且呢这个成本又很能够接受的。你如果咱在石景山雇佣了这个1000个工人来挪，那这个成本一个人5000万，那你这1000个人可能就是
就是500万一个月的工资。我就想问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员工的事情，这儿不是刚才说200多，但是你们这个不是在无锡这儿也建厂了吗？现在还准备做重资产的，就准备再继续建厂。我们一直在发展这个，我们已经有2座生产基地了，对，还要继续发展。对，就是那你们跟富士康的合作呢？为什么要做重资产，而不是继续就是做轻资产多好啊？哎，这其实有个问题，就是说，对互联网的人经常会在想说，轻资产更好，重资产不好，不一定。我觉得这个轻，那如果是都说轻资产好，那这个世界重资产就没法玩了。那你本来自行车厂就很多，那你如果是在无锡设一个厂，假设啊，合肥再设一个厂，然后一个厂有个1000个工人，那你这个成本就我没说啊，这是您说的哈，这是我说的。对，我们再过来看这说，就是富士康会帮助我们做非常多的这个大规模的组装，这个制造，包括这个甚至运输。对。然后呢，在早期的研发阶段，富士康会介入进来，其实很像它跟苹果的关系。早期在材料和新工艺方面，都是富士康会介入到苹果产品的开发，因为你的好的想法发现在工艺上、在材料上或者在大规模生产上没法实现，那你就需要去征求他们的这个专业意见。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小的，或者说比较，就是你把我的工厂当做一个 workshop， 就像您家里面如果有地下室，您需要一个小的机床，有一些设备，干嘛呢？你想给小孩做个船的时候就做一个，然后如果发现做了几版之后如果行，就把它交给一个大的工厂生产。所以其实我们原来的制造型的工厂现在转型成为一个研发型的工厂，我有了好的想法能马上就能造出来100辆车，然后来去试验。我能不能理解就是你们的无锡厂就是类似于你们的一个实验室？那是大实验室、就是、不是小实验室、就是、类似于这个一个人的一个车库，就是类似有点像。如果您家车库足够大的话，可以容纳以几百和千来算的工人的话。那我想问这个，像你们就有一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我昨天刚才网友问王总，刚从那个外头赶回来，是不是着急累？他很心疼，表示就可以喝咖啡吗？可以喝咖啡，问你要不要去上个洗手间？不，还好，肾还好。待会儿啊，再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网友有很多问题啊。还有人问、这个、我们挑点容易的啊。说了半天这个共享单车什么都好，大家想问问你，你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吗？哎呦，这问题挺有趣的。行业，我觉得还是呼吁，就是不同的行业的人，不同层面的人，能够多过来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因为我们从发展最早的发展开始就经历了很多质疑，包括其实叶老师今天好多问号，我觉得一脑子问号过来问，但多支持我们，多理解我们，然后让这个事情能够向前推进得更快。因为我们能感受到过去300天以来大家的支持，可能还有3%、5%的这个质疑，对吧？但我们相信说随着时间的推延，这个事情能变得越来越向这个正向循环发展。对，就是我们看到昨天有个东西我挺感兴趣的，就是你啊，昨天我发了那个微博之后，你回我是半夜3点，你不睡觉吗？睡啊，那是机器人。没，是我自己说的，不是。是你吗？是我说的。不要欺骗我的感情。对，然后我们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在这个济南，就是现在政府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在春节前吧，就是他们呢，就是说有一个准入机制，就是说为了便于城市的微观管理，只有拥有智能锁，就是带这个 GPS 定位可以进行这个微观管理的这个车辆的运营者才可以进入济南。所以目前我们是在济南唯一的一个智能共享单车的运营方。然后同时济南政府配合着，我们应该现在划了1200个白线区域了，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用，比较因为划这个白线其实成本没那么高，它不像你要去立桩啊那么高，所以非常快的在1月20几号到现在才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划定了超过1200块的路边的白线停车区域。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刚才问到那个问题，说有一些乱停放的现象，这些在济南极少，因为就是划了白线，然后我们跟政府之间现在进行非常紧密的合作，然后我们在应该很快提供更详实的数据，跟这个当地的这个交通部门一起来去分析怎么样规范，怎么样去过来去做宣传，使得这个事情从最早的这个
发端到发展变开始有一点点小的这个乱，到开始变得有序。我记得这是很好的一个那个时候说那个就是要政府来采购这些东西，现在有政府向你们采购的吗？目前还没有。政府没有采购。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济南这个城市，也就是说说白了吧，就是现在有芯片的有管理的这一块，所以你们是唯一的一个进去 的。那像昆明这个我记得是从盘龙江里边捞起来的，有一辆车。对，然后那辆车扫码之后还可以开锁。真的吗？昆明在什么地方？在您头上。哦，这个就是在水底下是芯片发出来的那个，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吗？我有定位，我知道。然后这个整把锁它其实达到了 IP66 加的防水等级，所以质量上我们是特别特别在意的。对，就是。但这是极个别的情况，否则这个麻烦了，对吧？就还有一个，就是我又要问你，你再紧张一下。那个去年9月19号，我记得有一个人说是你们的脑残粉，就是很喜欢用摩拜单车，但是9月19号你们有个宕机事件。我们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伴随着不同程度的这个宕机，就是有时候你所准备的这些无论是服务器啊还是我们的这个人员啊，都可能都没法去满足突增的这些需求，但现在其实好多了，因为我们得到了腾讯的大力帮忙，所以在这个工程师方面在服务器方面都能够满足这个突发的需求，所以最近少了吧。对，但是去年夏天到秋天那边，我要问你，昨天有辆车，你们摩拜单车从那头，然后稍微挪了点地，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怎么扫也扫不了。我们几个手机都试过了。那是吧？那这个您帮我们举报一下，我们在后台会有同事去看，来找一下原因是什么样的。对。这我还以为今天问你就能够得到确切答案，以后我们整个是基于物联网的来建立起来一套这智能系统，但坦率的说呢，就整个物联网，比如我们过来。物联网咱们都听过对吧？对，您听过。好，给我举一个最著名的物联网应用。对吧？所以其实整个物联网这个细分领域在还在快速发展中，其实很多基础设施都需要去这个不停的完善。像是去年的年末吧，我们和爱立信和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开始过来进行这个 NB-IoT 的一些试验，然后当时我们还造了一批锁过来看，说怎么样能够去利用这个窄带物联网，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刚才您说的这个开锁成功率啊，让用户能够去用起来无缝的这个，非常之方便。很多钱，然后去这个市场，包括是这个大数据方面的技术人才。我吓我一跳，花了很多钱。我们请了很多人，我们请了很多人，但未见得花了很多钱。但是有人也是用比较高的这个 compensation 给请过来的。所以其实我们有。我们现在应该有超过五个国家的员工，六个了，六个国家的员工，然后，这是首次吗？几个国家的员工？这不是首次，这不是首次吧？就但是一个知道吗？六个国家应该是第一次。对，您刚才看了一个法国姑娘，然后我们现在有人在团队在新加坡，在美国，然后那边其实还有一个美国人，可能没跟他说话。不少的这个大胡子那个，不少的这个同事，所以这是首次六个，然后那个就是我，我们应该有若干个博士了，我想，几个得数一下，应该是一半是博士才对。你们一直标榜是高科技公司，技术公司对不对？对对对，就是，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能不能坐下来？我担心那个王总会，我没事，我不是关键是叶老师，不是，我没事，我担心他听了这个问题会跌倒，你可以不回答。这个是我们跟肯德基做的餐厅啊，这个里边都是肯德基元素，然后呢，在这个里边骑行是可以发电的哦，然后从橱窗到打扮到里面的元素到座椅都是有摩拜的标志，这是第一家摩拜元素的肯德基餐厅啊。这又是在什么国家的？丹麦啊，不，这国内啊，这在丹麦，这在国内丹麦的市长和部长，他是哥本哈根市的市长，来北京。对啊，这是在北京，丹麦人在北京来骑我们的车，但是中国丹麦地方政府合作。那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们到丹麦去了。错了，丹麦人在北京。我们先专注把国内市场做好。你看多用外交辞令啊，对吧？也没说进还是不进。还有一个，我知道我们那个我们编辑一直说让我不要问，
让我不要问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对，然后呢？但是我实在憋不住，我一定要问。就是你们的，我们先坐下来，不要跌倒了。您坐哪？您坐哪边？我坐这儿吧。那您坐，我可以坐哈。坐坐坐坐，这是你的办公室。大家的。你的家。大家。那有一个问题啊，哎呀。这个两个问题，就是有人说啊，就是我们说还有另外的共享单车嘛，他们便宜嘛，对不对？然后呢，押金也便宜，咱们的押金是最贵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押金，那个叶老师，正好有网友问，这个押金有猫腻，王总是这样吗？不，就什么具体说说，别先别扣帽子，一句话，别扣帽子，就是具体什么意思？对，叶老师，我们不藏着掖着，您来吧，别吓我网友。就是我们就直接说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算了一笔账，就是说如果光是坐单车的话，它的盈亏平衡、骑行率需要多少？很多人说这一块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做到盈亏平衡，做到盈亏平衡因为做实业很累，那299块钱的押金如果是10万辆车是多少？我们假设我算了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刚才100万你刚说的啊，我不知道，其实是24个城市，然后我们假设每个城市是5万辆车，120万辆，跟你透露的数据差不多。那如果是这个299块钱押金的话啊，然后是每辆车平均有8个人来扫码，假设这样算的话，我可以喝水吗？我们一共是有，我要报数字了啊，我们一共是有28.7亿元的押金，有吗？就是我其实特别感谢大家，就是我们一直在替你算，替你操心啊。对，你说多么可爱的用户，对吧？专家学者，感谢之外呢，我想说，就回到押金这个事情上来。刚才其实我们聊过一个观点，就是人他只有行为被规则约束的时候，他才会更加自律。对，我们来想一下，我们来说个极端的例子吧，就说这样，我们把锁拿掉。把这车的编号也拿掉，就是免费骑，就是大家什么都不用，就见到就骑，骑完就弄，这个会成为一个乱象。因为什么呢？我没有任何束缚的自由，最后整个这个事情反而变得大家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最终都会被束缚。所以最早我们在研究整个这个就研究这个体系的时候呢，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思考，包括今天跟这个周教授过来的探讨的时候，他也过来从经济学这个角度过来去做了验证。那么我们发现说，当人们开始有一些约束条件的时候，他会更加去自律我的行为。您比如说，怎么着咱俩嘛，对吧？那你为什么不收1000块钱呢？哎，就挺有约束力更强，挺有趣的观点，就是说，比如说咱俩对吧？就您有时间，咱们去丽江，对，去住民宿，对，分开住哈。然后呢，边上知道了，边上有这个租自行车的。哎，首先，人家说你把身份证押给我，嗯，公平吗？啊，公平，您不会反对对吧？然后说好，你要再交上个这个300块钱押金，嗯，你晚上把车还给我的时候，我把押金身份证退给你，对，这个是常规常见吗？常见，好。但是如果晚上你把车给磕坏了，不好意思，你可能要赔点钱，按照这个价格来赔，这个公平吗？公平。好，来想象一下，咱们俩去了，这是去了，比如说桂林，比如说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大理，也是一个租车不号，身份证不要，押金不要，骑吧，晚上出来回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车可能就出问题，可能有的车就不回来。所以其实我们构建的这个机制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就是从运营角度过来考虑，其实从整个的全用户群体过来看，它是一个建立一个规则和机制的这么一个一个体系吧。有了这个体系，大家在这个体系里面运营，你才有可能形成一个良性的机制或者循环。那么至于说这个押金之多是少呢？
你比如说你可以收9块钱，但是9块钱大家可能就对没那么，那你说收999，大家可能就会犹豫说凭什么你这个车可能，对吧？对，所以它其实最后是一个，我们看回到299这个数字怎么出来？看到一个传统的，其实299是完全没办法覆盖我的制造成本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我可以跟你说，你首次哈。首次，这个我的车的价格高于299。啊，不，你刚才已经说了，第一辆车70000，那估计现在车肯定高于299。手动挡的模型，对。所以呢，这个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传统的公共自行车是收从200到400的押金不等，我们取了一个中值。从这个来的。对。所以我们发现说，有了这个规则的限制呢，就是整个运营会更加健康，同时，就是。我们的用户在退押金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秒退的，我们没做任何的截留。然后如果您看到本周二我们做，就是我们跟招商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押金监管的，我们应该是全中国或者夸张一点，我们全世界首个跟银行在一起进行押金监管的这个公司。明白。那王总，我要问你了，你刚才说了你为什么要收押金啊？这个299是怎么来的？这个我都能够理解。那么押金怎么用？你这么多钱，我们假设我是胡说的啊，我刚才算出来是28亿，28亿不一定对，我们就算20亿吧。这个你放到招行里头去，然后由招行管，那我们没有任何利益吗？严格的符合这个相应的规定，对，专款专用，所以这个得，就如果您再有问题，就不能问我了，对吧？这是招商银行过来去啊，对，所以这个我想大家应该相信啊。那我们刚才多了啊，刚才说了，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我们外面还有很多网友这个在问问题。然后能不能那个让网友很多问题过来，我们也要回答一下。来挑个最难的。微博里的用户的。微博里边用户的问题是吧？对对对。插在这儿。电脑里面有视频，北京有视频，上海你们这个。是吧？好的。还有密码。现在有密码。这是新的视频还是新的？好的。这样子。能插，后边有啊。那这是什么啊？这中间是这是谁啊？这是我们的用户啊。对呀、这是我们的用户，这是大家一起骑活动的一些。对，他们特别喜欢，这些年轻人特别喜欢骑车，然后标志性的红轮子，还有那个反光条。你们能看到吗？这是在哪儿啊？上海。上海是吧？骑车去看电影。啊 ，IMAX， 我看。这然后我们帮 IMAX 打广告来收广告费吗？下面。这是桌面，你要看哪个来帮一下。那个问题呢？问题在右边，我插进去了，让它长一下。这个就用手机给我吧。手机对，现在有一个问题。对。这个。这个是夸你们的，夸你们的我们就不读了，好不好？不是，也让我高兴点，您老挑战我呢，说一下。他说，这个是夸你们贬低那个的，这个。这不是听说话吗？叶老师判断吧，说不说我没所谓。然后呢，就是他说你们的车啊又重又难骑，这个就是第一代的那种，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骑起来有点累。这个你们迭代那些就是难骑的，大家什么时候推出市场？我们在逐步回收，其实有些早期的车在回收，然后进行改造，重新投放。哦，对。然后呢，他说这个，他说成本很高，他说他看到很多坏车和乱扔的车在城中村里，像你们在市中心当然好一点，如果在那种偏的地方，或者是真的素质不太好的地方，我们也不要说中国人素质都很好，别说这些东西，也有这个确实像城中村或者偏远的地方，就是那些成本怎么办？对，就是我其实就对着镜头呼吁一下，就如果真的发现的话呢，其实帮我们其实随手举报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用户我们的运营人员其实就会收到信息，找到这辆车。如果呢，就是有热心的用户能够发展成为摩拜猎人，他可以帮忙我们把这些车移到这个正确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在
全国就是我们自己的用户组织若干个这个摩拜猎人分会，摩拜猎人北京分会，这个上海分会，这个广州分会，猎人很多的这个啊热心的用户，他们都是无偿的志愿的过来帮忙我们来去做这些事情，我们特别感谢。就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你没给他钱是不是？对，这跟就是你给钱反而就骂人家了，对吧？就像说叶老师搬家，我礼拜天我去给您搬家，人过来掏出50块钱，说：“哎呀，小峰，谢谢你，这个过来帮我搬家。”那我相信不去了，对吧？所以呢，其实我想说，很多事情啊，很多事情应该是大家一起来推动一个事情的发展。你越是袖手旁观，越这个事情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越是大家都积极的参与进来之后，这个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之所以能够说在过去的一年多里边，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热心用户的支持，才会走到今天。就是你想不想，就是最好是，比如说去破坏这个共享单车的，最好是有一个法规出来，然后他要有点什么惩罚或者钱啊，或者是什么？其实很多，就如果您搜一下，其实在各地都会有一些比较个别的极端的情况发生。然后的话呢，有的已经是刑事处罚，判刑了。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判刑了，对不对？对，你心里怎么想？每个城都会有。你觉得很遗憾，就是说，就是一时脑袋没想清楚，然后，但是这些事情每发生过一次之后，其实就会更多的人知道说，原来这个事情不可以占为己用，不可以这个恶意破坏。然后有人会因此被撤职，然后有人因此会受到这个其他的行政处罚。你看啊。他这个有一个说，就是我就直截了当说，有一个说就是你们的预付费就是押金，才是你们的盈利模式，你驳斥他一下。我说真是特别感谢大家帮我们想了这么多，想了很多，我们都没想到。但是你回头看，就是我们的用户，当他想退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秒退的啊。对，那如果我要的话，很简单，我说好。就是没有来退的时候，我过来一个月好了，对吧？一个月之后退好了，对吧？或者说像原来传统的有装自行车一样，您要去办个卡，得拿身份证，得去坐地铁开车到那个办事窗口，还得排队把钱交上，然后回来。等您想去退的时候，还得再走到那儿再来退。也就是我们现在后台是秒退的这些东西啊。对，我有自己有个问题啊，你们现在有那么多人，就是。假设骑的人有，因为你现在100万辆车，假设我们是一辆车是5到6个人，500到600万人，这些数据你准备拿来怎么办？还没想好。对，就是才开始，大家帮我们想的就我们刚生了个小男孩，有人就开始帮我们介绍女朋友过来，想将来房子买在哪儿了，你知道吗？我们说得，我们这小孩赶紧先把这个婴儿。在婴儿期吗？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吧。就大家帮我们其实已经设定好了将来要娶什么样的姑娘，然后去上什么样的学校，在哪儿办婚礼，都帮我们想得好远。就是那我再问你啊，就是他这儿其实对于预付金押金的人，这个说的是蛮多的。我的意思是，你们会因为押金或者这个预付金的事情去做金融这一块的事儿吗？我们现在是把钱放到银行里面做专款专用，做银行账户监管。对，现在我们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到这个就不会去做自行车的这个事儿，主要就是做自行车。自行车这个事儿，这个我们已经很辛苦了。昨天晚上3点我还在工作呢，对吧？你如果再让我干别的，我4点都睡不了觉。所以昨天晚上几点睡的？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你在回我的微博的时候，那是3点，你也没睡，我没睡啊。哦呦。我在看你们的数据啊？是吗？然后啊，这儿有一个问题啊，他说是这样子，就是说共享单车啊，他说小城市现在我们不是5个大城市是10万辆吗？哎，那您人南京不高兴了啊？南京有没有大城市啊？那我问你，然后你288个地级市，那些小城市你怎么办？会大不就是我后台有武汉的跟南京的说，他说我们这儿的车比较难骑，而且他说你看你们北京车前面有框，我的车前面没框，他说你歧视他们。
对，不，这绝对不是这，千万别上纲上线，就是说。我们在一方面加大马力去过来，去调动自有工厂的产能，然后传统的自行车供应链的产能，以及有些汽车厂商。其实像我们那个车的那个横的轴外壳的断件呀，自行车厂没这个设备，是汽车的配件厂商做的。然后再加上富士康的产能，使得我们有机会去再拼命的加班加点的生产。但即便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还得努力追赶日益增长的用户的需求所以现在已经是在一个不错的量级，但是我们希望努力的去然后还有一个，他说发达国家有免费自行车，我记得全球的这个单车啊，就是公益的单车没有一个赚钱的，而且政府还得补贴，你们怎么想的这个事情？因为我想问你，因为你真的是职业经理人，你知道每个行业前景怎么样，然后你到了这个行业，共享单车的行业里头，这个行业没有一个国家是赚钱，你当时害怕不害怕？哎，我是公司股东之一啊，也是职业经理人。我觉得这其实挺有趣，就是说，这定点，摩拜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在街头去投放没有定点专。如果你看 Mobike， 它是 Mobile 加 Bike 的这个一个缩写。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 Bike 能够去 Mobilize，能够移动起来，不至于受到这个束缚。所以说回来就是说，不能是因为国外没有，咱就这就不对吧？中国总得有点原创的东西吧？不能是所有东西什么搜索呀、团购啊，还是这个打车、都是硅谷的吗？对。像这个是中国原创的啊。就至少在从前，在摩拜把车放到街头、摆脱装的限制之前，在国外是没有这个模式的。然后再下去啊，就是说，有人下了个定义，他说这共享单车不是共享单车，是分时租赁。你认可吗？就是他不是说像玩具，你家有一个，我家有一个，我们互换一下，或者是共享一下。这是分时租赁的方式。叶老师，这个问题得问您这样的专家学者。我们最早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想法特别简单。已经没有人很关注自行车了。但自行车又是如此之好的一个事情。我们能不能做点事情，要让自行车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然后至于是说，我要不要去追所谓互联网创业的一些热点？什么共享经济还是分享经济呀、什么按需经济呀、还是物联网还是智能硬件，我们都没管。所以我想说的是，所以回来我不在乎，没关系，不是是不是共享单车我不在乎，那是专家学者过来定义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如此简单而纯粹。你说我是租赁，我就是租赁；你说我是共享，我就共享；你说我是分享，我就是分享。那又怎么样呢？我就是我才无所谓，只要是能做这个事情，对吧？特有叛逆的，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去接受说别人给到我们的一个定义呢？是，我明白。然后啊，这个就是有一个人啊，他说他估计，我估计是你们的粉丝，他说建议有个骑行排行榜，他大骑的比较多。他说骑这辆车的人啊，里程数最多的人就命名这辆自行车。你们有这么多辆，100万辆自行车。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打开软件的时候就可以扫描一下。哎，这建议好，我得回头我们记一下，记一下来思考一下。就感谢大家给我们这么好的建议啊。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不要紧张啊，我们快结束了，不要紧张。是不是今天很多问题？一直都没紧张，对。那个就是我想问的是，就是你们现在事实上有一些经费。然后呢，融资的也不错。那你们还会继续融资？为什么还要这么多钱呢？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想做件小事儿、小富即安的话，我其实不要融资。但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敞开了这个就 open 的状态过来，希望有更多机构来呢？是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有影响力的机构来支持我们。就是你想做的事情越大，你就需要很多人来支持你，一起把事情做成。如果你想做的是一个小事情，你自己把它做了就完了。但我们希望能做一个比较大的，能够去真正的去改变城市人们生活的事儿。所以有了不同人的帮忙，不同的机构的帮忙，他们除了投资之外，他给你带来很多的这个资源。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就你一要人家的资金，二要人家的资源。我说白了是怎么回事？我上次说过一句话，对，他们老说我。老说我说话不注意，我说我要的是有钱有势的机构，对吧？是，但得打引号，打引号，有钱就是说你得有这个。今天又是一个金句啊，
王总说一般机构他不要，他要的就是有，别他要的就是有钱有势的机构，不要，这得罪人。就是我们喜欢这个，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有钱，有资源吧，资源，比方说有势，你们要是好的势力就是资源的一种。我们说白了，势力是资源的一种，资源，资源，资源。哎，我再问你，你上次说，你，我记得那句话。到处说，就是到处传被放大了。你说我们有盈利模式，我们还要投资机构干什么？今天这个机会你澄清一下，你到底怎么说的？对，就是我相信就是因为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会是一个有机会对社会产生比较大影响的，有机会去在每个城市影响几十万或者上百万人每天的日常生活的一个事儿。所以呢，我们把赚钱或者说短期之内把赚钱看得比较淡。这样的话呢，我就需要有更多的机构一起来帮忙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有机会去把注意力放到怎么样把这个事情给做大上。而不是说斤斤计较，说我每一单、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是不是赚钱？你越是老是想着赚钱，钱就会离你很远。你越是不想着赚钱，最后发现说这个钱自然而然就来了，就像当年 Google 一样，对吧？你越是不想赚钱，最后反而是那什么？还有就是，有人就是这个跟你探讨，你会说你不是经济学家。有人说这个东西就跟滴滴一样，就是当时的这个专车啊、约车啊，你还记得吗？然后到最后就是两家大的背后是大的资本家之间的争夺，大公司之间的争夺，然后到最后会这个共享单车的市场会不会变成两家大的这个资本力量，两股大的资本力量之间的争夺战？对，我想一个呢，因为你们跟腾讯已经有合作了嘛，对不对？啊，腾讯是我们的战略投资者。对，是战略投资者。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永安行是吧，跟那个阿里、那个蚂蚁金服之间有合作是吧？不知道啊，有可能。你看，不知道，大企业都过来了。对，这是挺有趣的，就是，就是大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对我们来讲呢，是说，我想两个观点吧。一个观点是说，自行车跟汽车其实不一样。对。那四轮汽车这个事儿呢，其实本质上我是觉得说，每个城市的政府是整体上。因是限制更多的汽车上路的，这个其实已经有了这个具体的实施的这个行动了，比如说北京的有时候单双号限行或者限这个两个尾号，对，有的城市开始拍牌，但为什么政府会限制更多的四轮汽车上路呢？是因为道路的资源是有限的，你每往道路上放上一辆汽车，就十个平方米就没了，五米长两米宽嘛，那一般车四五米长两米宽，对不对？你放上一辆汽车上路就占了十个平方，放多了路就堵了。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这是你离开汽车行业到自行车行业的原因吗？其中一个吧。所以回来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希望这个人开的是一个占地十平方米的四轮汽车，我把他劝说，哎，你别去两公里之外的地方，别开车了，骑我这个，这样十个平方米就被省出来了，但是只占了一个平方。所以这是我们觉得说，这是我跟刚才您的这个打车软件不大一样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是说，易老师您开什么车？我就普通的车。对啊，比如说不给人打广告，普通的车对吧？对，您。然后呢，就是您呢，原来在这个比如说在快递这个平台上过来开车，这上面写的是夜谈女快递司机，开的车是就是普通国民车X2，对吧？所以当滴滴把快递收购之后，您在快递的这个司机编号就从快递001，就变成了滴滴002。对，所以夜谈同学还是夜谈同学。这个国民车X2还是X2，颜色还是白色还是白色，所以这个的话呢，收购就有价值。但是对于就是这个所谓的共享单车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呢，大家每家的颜色都不一样，形状也不一样，他们有人还没有智能锁。您说我与其花钱收购一个别的颜色的车，我得把它给满大街大家找到，找完之后呢，我还得把它给涂上，然后这颜色呢还不喜欢，那变成你的色儿，然后。这一段折腾下来之后，发现还不如我们自己造个10,000辆车这个快呢。你弄过来之后，形状成本更低，所以其实收购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很小。所以我们得过来去具体的事情具体对待，看到不同的行业它本身的特点。所以基本上这个行业也不会收购，也其实这种可能性。
这是新的。你也没看过吧？没看过。2月19号，今天几号？对，这您能看出来是北京吗？您熟吗？这个，起码知道是古老的城市。你看它是方形的。对，嗯，这是北京。所以这凌晨4点，您看5点，都有人在骑车。每个小点就是一个人，他在不停在城市里面移动。哇，哎呦，这个6、7点是高峰期啊。对，而且这里是部分。你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活力吗？人们在这个移动，这很激动人心。其实到中午11点、12点，跟我们的想象都不一样，还是很多人在骑车。晚上5、6点钟了，所以其实它真是这一天都在跟人们的生活有这个。哎，所以你就告诉我，这个一辆车一天这个骑行的那个就是转的频率是几个人？这里面也看不出来呀，我得看，我这个里面看不出来，我得找一下系统。哎。结束了，在0点已经结束了，对吧？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去真正的对一个城市带来的改变，然后帮助这个人们每天能够更多的使用自行车，减少四轮汽车的使用。看了这个图，知道一辆车一天被骑行几次吗？能看出来吗？我没看出来。8次，对不对？然后我们那个到，我们已经坐了半天了，到又站下来。到对面去看一看，您请。又看什么呀？这是我们的一部分零部件。这是我们的可调座椅，然后这个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这个基本上我们用的是。这里边不能看。零部件也是首次展示。首次。这个零部件首次展示啊。对。但是来说，对，所以这个是汽车的厂商帮我们做的。这个是汽车厂商做的自行车的零部件。对。哪家汽车厂商？做个广告。我们没披露这个供应商的名单。对。你们现在很多都没披露，是不是？对。你有手机，我可以送您一壳。我手机。送我手机。手机壳。我们要善用投资者的钱。哎，这个你们不是橙色的吗？这就是在这儿不同的。对，我要这个。对，还有这个，这是鸡年的。这个是鸡年的。回头我请那谁的。这个挺有意思。那我最后想问啊，咱们说几句实话，然后再。我一直都说实话，叶老师，您这。就是我们想问的是。我想问的是，就是现在很多人就创业嘛，他不知道是要到哪个渠道上怎么好。就是你当初进这家公司，就是你很早进来，我当然知道。你当初离开原来那个行业，然后到这儿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你自己知道这个行业风险很大，你害怕吗？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其实比较确定的，就是说你当时的状态是怎么样？没害怕。就是，我是一个有些事情想的背后的原因和逻辑想的比较清楚的人。你回到就是，无论是自己创业，还是合伙创业，还是参与到创业企业里边来，其实过去这些年经常有个词叫风口，对吧？这段时间 AR， 这段时间 AI， 这段时间是这个智能硬件，对。所以回来呢，就是我的理解啊，就是这个所谓的互联网的风口，特别像咱们现实生活中的时髦。就你越是赶一个风口，当你吭哧吭哧赶上的时候，你发现你落后了，或者你被人淘汰，像时髦一样的。你当时进这个行业没有想到，没想到去赶这些风口，或者线下赶时髦。我们想的就是这个想法特别简单，说自行车是这么好的一个事情，在过去20年里边逐渐的逐渐的，对吧？那我怎么样能够去让这么好的一个事情能够让它回来？你可以去用慈善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来跟说来个。叫夜跑，有叶老师组织的10000人的骑行，夜骑吧，对吧？但问题是，可能前一周很热闹，骑的那天很热闹，过去一周很热闹。你发现说，这种活动不如用一个商业组织的方式，才能真正的让人们开始有组织的，使得人们
更多的骑行。所以回到这间公司，我们当时希望的是说，我插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当时进这家公司，那我们知道，创一个公司肯定风险很大，你当时是因为已经财务自由了，你才能来做吗？我喜欢骑自行车，我有五辆自行车，我们小孩有3-4辆自行车啊。你就是因为喜欢来做，然后觉得这是个好，那就相当于承认已经财务自由了。否则的话，人很难为了喜欢来做一件事情。不敢，我都40多岁了，还是有能力去这个供养家庭。那你进了，对他有能力供养家庭，小有能力，这个就不说了啊。然后进来这个公司之后，你觉得有没有让你就是真正睡不着觉、很焦虑的事情？给创业公司支点招，非常多，天天3点睡觉。就是反正原来呢，就是有时候11-12点能睡，然后变成1点、2点，变成2点、3点，然后后来变成睡公司。现在你是睡公司吗？我最近没睡了，因为现在换了新办公室之后，觉得空旷，心里面不安，特别怀念当年那个比较拥挤的那个环境，觉得安心，所以会有非常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吸引足够好、足够多的人加入，一起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比如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想到一些聪明的、以技术为基础的方法来去解决现在大家的一些槽点？比如说，刚才我看网上还有人过来说这样那样的一些反馈，每一个反馈你把它找到解决方法去把它解决了，就会有更好的这个用户的满意度，然后你就会让更多人喜欢你。其实我们每天都有非常多的事情，就是创业的人要做好准备，每天都很焦虑。基本上每天得睡办公室啊，那也没那么严重，我们还是有生活。王总，有那个网友问你跟那个胡伟伟是怎么分工的？对，就是，目前我们有3个人，那个一平呢是 CTO， 主要是这个软件技术这一块，那么生产，然后生产制造运营财务融资是我。那么剩下的法务啊这些PR 这些是为我们3个人这个各司其职。然后你觉得就是在这个往前的道路上觉得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现在为止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我想最难的还是请人吧，就是你怎么样在不同的阶段请到合适的人，然后这些人能够齐心协力的把这个事情做成。越是早期的公司，人越能够去创造更大的 difference。他因为你不是靠系统在运行的，每个人如果是找到一个对的人，一个好的人，他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这个结果。所以最大的还是人。我现在当然你们可以找到人，所以有人要加入我们，非常欢迎，非常欢迎HR@mo.com。啊，会做广告啊。欢迎加入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你现在招人当然是容易了，你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办公室很多人了，但是当你一开始要出钱，然后要投放你的车，你的车当时成本又那么高，然后再投放到那些地方去的时候，然后又要招人的时候，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你是不是你能想到一年后你就这样了吗？当时就是其实现在我多少怀念去年甚至这个前年的一些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把车放到街头，然后就在边上看着有没有人把它给骑走，人为什么把它给骑走，然后有时候在街头过来站着聊天的时候，就过来等10分钟，过来数会有几辆车骑过。刚开始的时候这可能等上个半个小时一辆车骑过就特别欢呼，觉得这个产品有人被认可，原来大家怀疑的那些东西现在开始被证实。后来当我们看到说在街头这个红色小轮的车这个越来越多的时候，然后人们脸上带着的那种笑容或者是那种满足，你就会觉得这个特别开心，就是你在做的这些事情它是真正的在改变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一些人的日常生活。你能想到一年后就是变成一个现象级的事情吗？我们想到过，但是有一些就是知道会有我出来之后会有一些跟风者会出来，这个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个局面里边来，其实最早是有过这个预测的。对，对，你们想到会有跟风者，但是就是在往后
你会不会想到这个？现在你在一年前会想到一年后的今天大概局面是怎么样？和我们当时所预判的其中一个局面类似。啊，我们当时我们很厉害，是这个半仙儿，但是当时分析过不同的这个走向，其中一个就是今天这个样子。嗯，那还最后还有没有这个我们后台的问题？还有吗？刚才有网友说要投简历了，希望能进来。哦，欢迎欢迎欢迎，非常欢迎。已经要投简历，看样子这个广告做得不错。谢谢老师，谢谢。行，然后这儿。这个是原来的房东的椅子。您去哪儿？你们。这个还是来看看，外面有风。你们选择这个，我觉得很奇怪的。我给您看，我给您看。对。好，谢谢。这等我们没事没事，我可以没事。这等我们这个整顿好了之后，老师您可以看。这个行，是多运营嘛，有大半年是只有，直到去年八月份又小心点。然后现在是，现在你要的主要也会在北京待着，就是现在的那个公司的核心这部分都到这儿来了。对，我还挺喜欢的。这是我的，我拿完这个地方，这个河在河上。这个地方其实工厂很少有选市中心这种小洋楼，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古罗马宫这种很少。你们选的时候怎么选？刚才您看到有个词儿叫骑行改变生活。其实我们和就是硅谷公司已经在硅谷在三藩了，就是跟那个城市生活近的。我们其实跟城市生活很近，我们希望能够去贴近大家日常的生活场景。在城里边，然后对，这边又是有没山哈，有水，所以这其实挺你觉得没事下来工作累了喝瓶小酒，不是？再问一下，没应该对关注这个事儿，还是不错吧，在北京。所以大家看啊，真的是这个前面是北京的市中心。我其实以前我看到的创业工厂都是在老工厂区啊，然后是或者是老的办公楼，然后一层，相对来说比较实惠，比较工厂。就看到一个很现象级的一个创新的公司是在市中心。王总现在其实脸上在笑，我觉得他喜欢这个类似船头的这么一个地方。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是来我们看，我选的，我挺喜欢。你很喜欢是不是？然后这个地方不光可以怎么开派对啊，然后 BBQ 啊这些东西，最主要是我想有一个这么类似于船头的一个市，这个船在这个市区里边航行，你是不是想有这个寓意在？对，其实那个我们同时在规划机会，我们甚至说整个的这个区我们有机会能做一些改造，甚至说加上一些骑行道路啊，然后有机会去除了办公空间之外，我们有一些开放的空间，能够请我们的摩拜猎人喜欢我们我来这边过来累的休息一下，然后如果这边的河道可以做这个路边的路可以做一些事情，他们能够去专门的自行车道，你会发现说这些地方，我希望这个能够成为小的标志性的建筑，能够有很多的我们喜欢我们的用户或者外地人可以来这边，累的时候过来坐坐，然后聊聊天。就是，其实你们想，我觉得你
以前看胡有伟的采访里边说，你是不是其实脑子里是想有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看了这个后台数据很有意思，就骑车的是一种特殊的人，然后骑你们车的他们最关心的其实是金融方面的东西。你们是不是你刚才说要建一个小的生态和小的社区吗？对，就是我们一直希望的是说去构建一个就是有温度或者说跟用户有情感联系的品牌。就是 Mobike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手段或者是通勤或者骑它是一个人们喜欢的品牌或者人们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去让大家上一起来去维护这个产品和服务。所以刚才后台提到那个问题，其实很多我们喜欢这个品牌的用户会帮助我们一起来去维护或者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希望我们希望去做到的。如果你只是个冰冷的工具，大家就用它，用之后也不爱你。我们希望大家爱这个品牌，一起来去呵护它，这个其实很难。所以在你们做这个品牌的时候一直在强调一种理，是不是？是的，是的。年前每个人都骑车，然后慢慢的开始凋零，没有人骑车。现在我们就开始倡导说大家回来再过来去骑车。其实非常多的人当他们从毕业之后重新骑上车那一刹那，那脸上的笑是你就真的是就是我想问的是，就是说实话在这个公司里边，当你踏入一个新的公司的时候，这个是理念对你更重要呢，还是商业模式对你更重要？我想这个商应该是建立在好的这个理念上的商业模式，两个都要，应该是结合。而且你否则赚钱的这个方法其实非常多，对吧？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你喜欢的工作？也是一样，就是说那么多的公司可以选择，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可以去创造一些社会价值的公司工作？就是其实很多人会说，像做了这么多年职业经理人，然后做事情，我到一个大的公司里边去，然后拿一份稳定的收入就可以了。所以我是在想，你来做这个事情，而且说实在的，这个共享单车是一种现象级的东西，但是我们很难预料两年后三年后。两年前也不是这样的。对，一两年不是这样的。你很难想象会是怎么样的。 对不 对, 对, 对就是我们很难预料未来的一个进展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对你来说这个公司是个什么？我想我前五份工作的公司应该几乎每一个都还算比较知名，都是大型的。对对。然后Mobike 呢是说参与创立，然后你从很早期就几乎一开始就过来。 对, 对。然后这里边有你的心血，然后你能看到说像我没生过小孩的，我是男生，像自己的小孩一样，从刚开始到最后到开始壮大，现在十几岁，当然中间也可能会出现各种故障，但毕竟它是在一个好的这个趋势上去发展，所以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有心。你投入的感情很多，但是都有啊，这个身心钱都投入了，全情投入，全情投入，身体也为他搞坏了，是吧？不，身体还没坏，身体还没坏，所以还撑得住。我就是他未来有很多，我们看到，其实他往金融方面也可以发展，他往交通工具方面也可以发展，然后他往这个大数据方面，很多人其实。我们看到后台很多人在为你们支招，有没有这个叶老师刚才提的各种方面的人啊？与其在外面过来想免费出主意，不如来了我们公司拿着工资出主意啊！这个又开始招人了，看样子是真爱。就说一点吧，就是刚才其实说了两点，就是说你要一个创业的公司，然后你要有一个就是渠道，就是真正的创造价值的。然后呢，他。第二点是它可以有盈利模式的，然后这样的创业公司你是可以做的，你是可以去的。如果两点都不存在的话，就赚钱的话我估计很难赚钱。个人选择，有人就喜欢，对吧？但不是我的选择。这光是赚钱的话，没有这个你不创造价值也很难赚钱。我同意。这三观很正啊。相当正，相当正。谢谢叶老师。那么未来的话，我最后问一个问题，我们刚才后台人说了这个你们都可以做很多事情，很多人想要你们的数据或者是想要你们的东西，
那么就是那你认为就是摩拜单车再过两年真的你们会做金融吗？或者真的你们会做大数据公司吗？或者是要不叶老师您加入我们帮我们来谋划这事儿吧我们真没想对、我们现在就想把自行车做好，这是现在的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推广做好，就让更多的人过来骑自行车，然后其他的事情想的很少，都是人家找上来的，大家过来给我们提建议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公司跟你们合作，比如说招商现在也算是一个合作的，然后是那个富士康也是合作，都是他们主动找上门的吗？他们是我们战略投资者，两个都是吗？暂时保密，富士康是，对，对，知道了。那最后我想请教一下，我觉得共享经济，其实我刚才骑车来的时候，在路上我也在说，我对于中国共享经济，其实我蛮担心的，因为信用的问题，因为共享其实是一种信用，然后其实是一种这个磨练。我不知道你对未来的共享经济怎么看？对，这整体上呢，我相信如果一个事情是好的，它需要很多人参与进来，然后因为担心不会解决问题，对，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参与进来之后，剩下担心的人变成13.9999亿了，对吧？两个人参与进来9998，但如果13亿人都参与进来之后，这个担心就变成这个完全没有了。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就是说大家会说哎呀这个雾霾天气对怎么骑呀，但是你发现说其实如果每个人都在这个雾霾形成之前都不去开汽车，可能雾霾就未必形成。然后就说哎呀这个没有自行车道怎么办呀，但是你越是没骑，这个政府就越不会给你建自行车道，对吧？它是鸡蛋蛋鸡的问题。但当真正的说更多的人参与到骑车里面的时候，你发现说从这个媒体到研究机构到政府有关部门，他说哎这个事儿我们得开始做一些改变了，自行车道是不是要过来弄了？为什么呢？已经开始有比如说北京有100万人在骑车了，他觉得说我要做这个改变就顺理成章。但是如果北京始终只有10个人在骑车，就是你说破大天研究机构不会研究你，政府不会过来去因为10个人过来建这个自行车专用道，然后媒体也不会过来关注。所以你们现在是赶紧铺开，最好是这个全国的这些城市都铺开。对，就趁着这个机会，然后让更多人骑车，同时的话呢大家会持续的过来关注这个事情，每个人都积极的参与进来，每个人都会去帮助向正的好的这个方向去推动，这样这个事情最后才会成功。你担不担心到最后会变成专车或者是这样的模式，然后政府一声令下，然后就剩下一家公司，盈利模式还不清楚？这个倒没想过，因为你们谁都不欺负啊，像您说的三观很正啊，你为什么欺负我呀？你不欺负别人，别人也不会来欺负你。为什么欺负我？我三观这么正，做的事情这么好，而且背后有这么多投资人。还有资源帮忙我们，还有那么多猎人，对不对？对对对，还有这么多这个用户，所以人多力量大。难道我们今天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吗？是啊是啊，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就是你在边上站着旁观，其实不利于的话，言语或者去讽刺或者说嘲笑，也不利于实现好的方向发展。如果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一起众人拾柴火焰高，就会把一个方向好的事情能够加快进程。你回头来看说，您相信在北京会有自行车专用道吗？相信。然后问题来了，是不是一定得有个力量去推动他过来建这个车道？这个力量是我而是别人。为什么这个要2050年加上50年，对吧？50年之后才有自行车道，为什么不是2020年？为什么不是2019年？我们成为推动这些好的事情发生的力量。所以其实也应该说是，我是相有点相信命运的，我觉得也是时机到了。为什么？你看啊，今天什么结论？对对，得出了很奇怪的结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刚才说到什么雾霾这种东西，我们今天大家都没有戴口罩，就是说实话，我以前来北京是很担心的，第一干，第二雾霾。然后雾霾一来的话，那简直是我今天看了这个，如果都是今天这样的天气，多好的征兆。对对，越多骑车就越少尾气，尾气污染就越少雾霾，然后就越多骑车。如果我的意思刚好相反如
果是那个都是这样的天气，就没有严重雾霾，你的自行车就没有那么顺利的发展。啊，我这个不说，人们可不是因为这个呢。人们，比如说交通拥堵啊，或者我想延伸我的生活半径啊，这些，对。好，它长期比较多余。谢谢王总。嗯。易老师，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啊、也谢谢这个观众。其实我们直播很长时间，2个小时了、哎，然后你们一直等在这个前面，然后尤其是王总在这么会聊天的情况下，很多核心都不聊的情况下，你们能坚持3小时，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支持，谢谢易老师，谢谢大家。